副主编，出事了！明天封面的模特没人来。什么？按理来说，这一周我们必须把封面拍好，要不然的话，今年特刊整个都delay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今天拍吧，立刻马上进行准备。需要我先试镜。老师，你说我们试镜？怎么了？别动！谁干？最后负责保管的是谁？请你出去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再出现在荧光台。